射绿蒜，姐妹抓娃娃，打 PK 验证一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拍一下，先对准，上下左右各一下微调，感觉有戏，一姐旗开得胜。学姐姐先对准，上下左右微调，不保能抓到吗？姐妹各一只，要看到后面谁抓得多。不保还是一姐呢？换台机器再来。俺老孙吹口仙去。不保两只，一姐也抓了两只。K.O.K.O.姐要和这台娃娃机刚到底，这蓝兔子也得手了，圆滚滚的大龙猫可不好抓。这次谁赢了？不说预算，买超市零食，用英语说哪件就买哪件，买一百件太好了。这两件怎么说？找找盒子上有没有。全对。No white sugar 可以吗？算你对。No sugar but 可以吗？可以吧。散装英语的胜利，棒棒糖。Sweet。不对，棒棒糖怎么说？拜拜啦。这些英语怎么说 ？Pudding。What pudding？ Strawberry pudding。不是 yogurt jelly 吗？有点分吧。这些你们会吗？这个我会。Lemon snake。对。Big eye 可以吗？也对。接下来买 crisps。 有不会的吗？猜这么多饮料都买哪些？ Pineapple soda。 点个爱心。 Peach juice 给姐姐来一个好吗？太有爱了。猜猜这次花了多少？一共是。又是和妈妈开心的一天。不说预算，买超市零食，用英语说哪件就买哪件。买250件。妈妈要哭。巧克力怎么说？找找盒子上有没有。没有。Chocolate。 全对。 Dark chocolate 可以吗？搞错了，再来。 Got honey chocolate。 点个爱心。哈利波特的耶。 Chocolate frog 对吗？一个神仙妹妹要吗？这些英语怎么说？ Chocolate bean。 Dark chocolate 可以吗？对一个。拜拜啦。这个我会。 Jelly stick 对。棒棒糖学会了吗？ Fruit lollipop 太对了。这么多饮料会说哪一个？Soda。 漏了樱花，收到一个算吧。给姐姐一个，太有爱了。接下来买 Chicken noodles。 鸡翅想吃。 Legs 算吗？散装英语失败了。我知道这个 Sweet beef dog sauce。 吃货胜利，这两个会吗？ Coffee 吗？ Rice and vegetable roll。 全对。猜猜这次花了多少？一共是。又是和妈妈开心的一天。不设预算，超市大采购。事情是这样的。你想吃什么呀？肉。火锅。OKK。 零食也哭了。一点点。那就一点点哦。我信你个鬼。妈妈的快乐就是满足女儿一点点心愿。这么多人排队买什么？无敌烤鸡，太香了。小猪红烧还是炖汤？给一姐护宝来一点点零食。比脸还大的提拉米苏，炫一口吧。妈妈喜欢的麻薯来一盒。一姐护宝爱嗦的凤爪，海苔别忘了虾片。各种炫起停不下来的小零食，喜欢点小心心。听说炫零食还能解压，但不要多吃，同意扣一。看看这次妈妈花了多少。一共是。回家吃火锅喽。快和家人炫起来。